街，那片雪糕换上人形的假面，那颗心如钢铁，那颗心像一般，怎么没人看见？我会乖乖吃药，别放我出去，隔着墙一听见外面好多鬼，迫不及待的我变成他们同类，我才不要叛变。有鬼正在摧毁人类，信我，有鬼，这种天气只要见，只能说一遍。然后告诉我谁是内奸，就被护士假装不小心踩扁，一张眉头有着礼貌昏昏欲睡，相信他也沦陷。临床那位准备好出去应战，临走前对我说要听话一点，我又不是傻子，我比谁都明白，这里比外面安全。信我，信我，有鬼正在摧毁人类，信我，有鬼，他们看起来和人没分别。信我，有鬼快要占领整个世界。信我，有鬼，这种前提是要前置，能说一遍。才是疯子，对不对？